七夕情人节之如何做创意花束。七夕节就快要到了，女生打算送什么礼物给自己心仪的男生呢？不妨来试试几分钟网的这款创意花束吧。你将需要11支细长玻璃棒、巧克力豆、糖豆、绿色18号铁丝、蓝色包装纸、蓝白包装纸、缎带、透明胶、花座。第一步，我们把巧克力豆和糖豆装进玻璃棒里，糖果的数量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意来做决定。第二步，准备绿色的18号铁丝，将两边折下来成 U 字形，将折好的铁丝固定在玻璃棒的两侧，用透明胶固定。一支玻璃棒需要两根铁丝，第三步，准备一张方形的蓝色包装纸，从中间折拢来。围绕在试管底部。再取一块透明胶，将它固定好，粘紧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剩下的10支玻璃棒。第四步，11支玻璃棒全部装饰完成后，将玻璃棒全部集合在一起，包上蓝白色的包装纸。绑上缎带，创意花束就完成了。你知道吗？在数学中，11是最小的循环单位质数。